厉不厉害？好厉害啊！不就是撒糖吗？顾大手，来吧，撒，随便撒，往我脸上撒，撒准一点，不要因为我是浇花而联系我，用力撒。猫耳 FM 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播出，程佩文学批发原著，广播剧《我克了对家和我的 CP》第14集。